Watch what I say with this model.这个机器是安全监视，看方向就行。钥匙部位管理监视厅，接触操作。这也能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输前钥匙开关，然后还是气动。啊，气动，我操，气动。 正在电压制恢复300瓦，负能量机准备启动。想要旋转按钮，旋转者欧文，打开机顶开关，摁下启动按钮，接触器负能量机开始操作。 左边腰杆往前推，是前进，往后推，是后退，往左腿，右边腰杆往左推，是专项，往后推，左边腰杆，左腿后退。 往右推，松开腰杆，自动回位。现在左手腰杆往左腿消沉，向多运行，往。 腰杆向右推，消沉向右运行，双档速度。右边腰杆向前推，掉轴启程。这是慢搓，这是快搓。 掉轴向下螺，还有电容了没有？摁下机顶接触操作。摁下机顶接触器指示灯熄灭，接触操作。将旋转按钮恢复至 OFF 单位。